请阿咪再稍微休息一下下。OK， 等一下要帮大家做签名。啊，对对对，要开始。然后待会那个签名的时候，先想好要跟我说什么话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因为我很怕你们上来来不及，然后就被工作人员说快走快走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上来都这样子，没有看到阿咪的啊。就这样走过去，常常都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会跟你们那个握手，真的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喜欢，我想要握手跟拥抱，但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时间太长，所以拥抱我就可能没办法。但是我会握手，然后我会听你们说话，所以你要先想好，不要害羞。对，因为根据经验，没有先想好的，上来都会这样。CD 跟歌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要准备好，我要等你们了。OK，跟你们讲话。好，我们让阿明再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呢，义卖的部分，我们刚刚有说这一件T。